首先啊，咱们还是先来说一下关于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啊，它是怎么一回事儿。对于这个 NLP 啊，自然语言处理，现阶段啊，它的应用面是非常非常广的。想必啊，大家已经看到了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啊，是有越来越多的自然语言处理的产品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了。那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啊，它都能去做什么呢？这里啊，就先给大家列出来几点啊，自然语言处理咱们最常应用的几大范围当中。首先呢，就是这个拼写检查啊，一会儿啊，会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是一个拼写检查，以及呢，关键词的检索。下面这个啊，就应用的更多了，比如说，现在咱们是不是要对一些数据啊，想找出来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啊？那对于这个数据来说啊，不见得说它都是一些特征数据吧，比如说它都是一些就是一些数字啊，表示一些指标啊，不见得它都是一些指标的，有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些时间啊、地点啊、人名啊，或者是公司名，以及呢在当前这个时间做了一件什么事儿，比如说这个东西啊，咱们管它叫做一个文本的挖掘。文本的挖掘啊，现在啊应用面是越来越广了，因为呢咱们文本数据是特别特别多的，并且在文本数据当中啊，我们想得到的信息啊，也是提的需求啊是更多了。文本挖掘里边啊，很常见的一个就是一个文本的分类，比如说你现在想把一篇新闻给它分成一个体育类的还是一个非体育类的，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二分类。还有啊，就是啊，现在比较应用的面比较广的这个机器的翻译。机器的翻译啊，咱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比如说我看我右下角啊这块我写出来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啊咱们肯定认识，就是深度学习啊在自然语言处理当中的一个应用。那这个句子啊让机器看到之后啊，它会怎么翻译啊？它是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吗？可能啊大家会这样认为，机器啊先把它分成了一个一个词，然后呢再把一个词一个词的书面意思啊组合在一起了。但是啊大家得这么想，现在我们对于一句话来说呀，它不光是一个词吧，而是一个整体的表达呀。那它既然是一个整体的，咱们要翻译的时候也不能拿单个词去翻译吧，要考虑整体的含义它是什么。所以说呢，你要让机器翻译的时候啊，机器也需要有这方面的考虑，它需要知道啊，并不仅仅是一个词对应了什么含义，而且还要知道我这个词我下面接一句话，下面再接一些词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委婉的进行这样一个过渡，怎么样给它翻译啊更通顺一些。那么这个啊就是机器翻译当中它所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客服系统啊，现在这个东西啊应用面也是比较多了。当大家啊在用一些产品，尤其啊是一些大公司的产品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当我们联系一个客服的时候，一开始的情况下真有一个客服给我们在那儿等着吗？通常情况下人力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很多情况下就是它是有个智能的客服，比如说他会问你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你进行一个选择，你也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对话。那在这个对话当中啊，是不是说你就能获得你一些你有价值的信息啊，想找到一个你的答案。如果说这个一个机器人的客服啊已经把你的一个问题解决了，那是不是说你就不需要一个人工客服再为你进行服务了？这样咱们可以省下很多的一个人力的成本。还有呢，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对话。我不知道大家啊接没接触过一个东西，叫做微软小冰。这个微软小冰啊已经出来很多年了啊，咱们大家它是一个公众号，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它。它呀就是这个意思。你跟它说一句话的时候啊，它会跟你把这个话啊，把这个嗑给你唠下去。比如说你跟他啊回一个，哎呀今天天气不错，那他就是正常情况下可能一个机器人会问你啊，可能会说啊是啊今天天气确实不错，但是呢这个微软小冰啊他会帮你把这个嗑给他接下去，就是说哎呀今天天气挺好，你是不是要去打篮球啊？他会跟你啊一个历史的对话，比如说在你的历史对话当中啊，你经常跟他说打篮球这个事儿，经常跟他说看电影这个事儿，那他呀就会想到哎呀今天的时候天气好，那意味着你可能要做什么，没准他就会说今天你是不是要打篮球呢，咱们一起去吧，就像一个真实的朋友啊在跟你说这个东西。感兴趣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个微软小冰，看一看啊他是怎么样啊把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啊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步。那么这些啊就是关于自然语言处理它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个应用。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要来说一下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当中啊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型是什么。
咱们之前啊说了很多啊关于深度学习的东西，可能啊有新来听课的同学还不知道深度学习啊它究竟想表达一层什么样的含义呢？这里啊咱们再花1分钟时间简单过一下。首先啊，这个深度学习啊，它的一个基础的模型就是这个神经网络吧。也就是说呢，你需要让你的机器，你想让你的机器学到一个东西，你给它指定了一个网络，在网络里啊，你给它指定了一个学习的目标，比如说你定义好了这样一个损失的函数。那么在神经网络优化的过程当中啊，它就要不断地朝着你的一个可优化的方向去前进。比如说，你的一个优化目标就是说，让这个机器啊能够更理解你的一个语句，它是表达什么样的含义。那我们来看右边这个图，它就是一个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整个神经网络啊，在它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它要不断地朝着它有这样一个最低点。要朝啊这样一个最低点去前进，也就是说，朝着你给定的这样一个优化目标啊，最小化的一个优化啊，就是说，让你的模型表达效果啊会越来越好的。那咱们来想一想，哎呀，现在所说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啊，通常情况下咱们都是用一些传统统计啊或者分析的方法。那现在咱们为什么要在 NLP 这个领域当中啊引入这个深度学习呢？啊，给大家列举出来它的几个优点。首先啊，咱们来想一想，对于一个传统的机器算法，是不是说，当我们要做一件事儿的时候，第一件事儿我要进行一个特征的提取啊，你特征提取的好坏，对我最终的结果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那咱们来想，对于一个指定任务手工的一个特征提取，首先它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而且呢这个问题啊难度特别大。关键就在于你该怎么样提取一个特征，你这么提取可能最终结果有一定影响，那么提取又有一个影响，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难度啊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深度学习啊，它有什么好处啊？深度学习，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给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我想让它看一下，比如说，它该怎么样翻译一句话，那我给它输入什么？我给它输入是我传进来一个已经提取好的一个特征吗？啊，不是这样的，我们给这个就是神经网络啊输进来的一个数据是完整的一个句子啊，可能我们要对句子先做一些预处理，但是呢，我们传进来的啊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句子。传进来这样一个句子之后啊，咱们的神经网络就会自动的帮咱们进行一个特征的学习。在整个的神经网络模块当中啊，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神经网络架构，它都是相当于啊，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自动的特征的提取。也就是说，咱们深度学习呢有这样一个意思，它会帮咱们啊自动的啊进行特征的一个学习啊，比较快，而且呢是比较方便进行一个拓展的。在我们的深度学习世界当中啊，是不是现在深度学习框架特别多了？我们已经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深度学习框架哪家强？在这里啊，我们有一系列通用的框架，这些通用框架呢，现在啊，无论是在自然语言处理还是计算机视觉领域啊，都给咱们提出来了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计算的逻辑。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通常很少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去写啊一整套逻辑，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依赖于别人给咱们定义好的这些框架。一方面啊，它的速度啊，迭代速度是比较高效的；另一方面呢，一个通用的框架比较方便啊，咱们进行一个合作和进行一个拓展，也方便呢，咱们互相啊进行一个交流的。比如说你自己写一个东西啊，你跟别人交流起来很困难，但是呢，大家都是用一套通用的，我们再进行交流的时候啊，就比较方便一些了。那咱们用深度学习啊，其实啊，就是咱们把机器学习任务啊，通常分成2种：无监督和有监督的。在深度学习世界当中啊，咱们通常所说的是一个有监督的。但是呢，咱们能不能做这个无监督这个事儿啊，也是可以的。咱们在强化学习当中啊，尤其是今年比较火的这个强化学习啊，它本身是一个无监督的模型，也就是说啊，咱们深度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咱们有监督的一个模块，在无监督的模型上，咱们也可以啊进行一个模型的训练的。那刚才啊，给大家简单的概述了一下咱们自然语言处理啊和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些问题。那现在呢，咱们就要回归到咱们这节课的本身了。咱们这节课啊，一个本身它是一个语言的模型。
那什么叫做一个语言的模型呢？刚才啊，给大家说了几点，就是啊，关于机器翻译啊、拼写改错，以及呢，咱们智能聊天的一个机器人，这些啊，我们来想，它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啊，它都会涉及到这个语言模型吧？也就是说啊，它接触的都是一句一句的话，可能呢，还要把这些话啊组合在一起，组合成这样一个文章。那比如说，咱们这个机器翻译，咱们在做机器翻译的时候啊，它会怎么样去做呀？比如说，我给它说出来了一个，今天我买了一个什么菜，它的价格很高。那价格很高的时候啊，它通常情况下会翻译成一个 high price，而不会翻译成一个 large price。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机器看来啊，它会找之前它翻译过的一些东西，通常跟价格组合在一起的都是一个 high，而不是一个 large。它可以啊，通过之前学习到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之前我在翻译的时候，我是把这个 high 跟 price 组合在一起的。因为它呀，所出现的一个概率啊是更高的，所以说呢，我翻译成 high price 的，它的一个概率啊就要大于我的一个 large price 这个概率值。这个是在咱们机器翻译当中，我们会用到一些语言模型，也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概率的东西。那在这样一个拼写纠错当中呢，比如说，我写了一句话，那我写这样一句话呀，它也会帮我算这样一个概率。你这个15分钟啊，它是连着写还是缩着写啊？可能咱们连着写的时候出现的次数啊非常非常小，有时候出现一些问题，我才给它连在一块儿了。但是呢，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是都是分开去写的这个15分钟啊？所以说，在拼写纠错当中啊，它也会对于你写出来一句话啊算一下，哎，你这句话出现的概率远低于我正常情况下一个概率，那是不是你就有错了？有错了，我给你打个红线，给你揪出来。啊，这就是一个拼写纠错的一个功能。这两个功能啊，其实在这里我们都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这样一个概率值。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围绕着这样一个概率值来说一说啊，这个语言模型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